刚才三个人在那哭，我拿着一包餐巾纸，我都没敢打扰你，因为你们太幸福太和谐了，所以说想开一点，真的没有那么忧愁，你说呢？肖布我觉得人也不错，我也挺喜欢他，可是现实你说他人自己都没法照顾，我都担心说交给他，我真的那我不也说了吗，你要是找一个能够照顾他的，相信我，你说弄那么遥远，我也不可能赴他们那边去，他们也顾不来，这个问题可以解决，到底住哪边的问题，这完全可以解决吗？我可以去他那边，你看他愿意做上门女婿，你看我们那边条件不好，我们榆林那边都在山上住着，我也没房，都我不怕苦。有什么真心话在这个舞台上勇敢地说出来。接下来是肖波和郝倩的告白时间。阿姨，这是这两年我们的那个骨密度的报告，这是我的，你看郝倩的，先看郝倩的吧，他的钙的那个含量已经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了，还有我的，我通过药物之后那骨密度也慢慢在涨，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的骨头就不会那么脆了，最起码不会出现上次那种意外，过两天我就去母亲动手术，医生给我动完手术之后等恢复了我会努力锻炼，相信我会站起来的。还是先要谢谢妈妈，因为你给了我很多很多次生命，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年的骨折，就是在床上躺了4个月，然后医生就说你这辈子就站不起来了，我也放弃行走了，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放弃我，你扶着我锻炼，扶着我走路，我不愿意，我闹小脾气，但是你在那个时候没有哄着我，没有宠着我，反而是给了我一耳光，正是那一耳光让我重新的又站了起来，所以你在我心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。我希望我的爱情你是同意的，既然我们两个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，那么我相信我和肖波也可以创造另一个奇迹，请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次机会，让我们携手走向未来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